请教一下，这个坤玉桂某人是你认识的老朋友吗？啊，对，那个，所以他早期真的是罗福柱的国会助理，就是罗福柱系统下的某种程度小弟啦，助理啦。对，那个，这个我们都很尊敬的叫他桂哥。好了，我不会说他是小弟，他是，我是说对罗福柱来讲啊，那个他以前曾经是军方退的。好，忘了要是特战还是特警，然后后来去当罗福柱的保镖，好，那么后来就转来这个罗福柱的办公室，好，或者是他们那边当助理。那当助理以后呢，那他后来罗福柱离开立法院，可是他还是在立法院附近，他就开了这个公司。好，开了公司，他真的就是在做。他的事业，他的事业到底在做卖什么东西，我是搞不清楚，因为常常会换，因为他都叫实业公司了，他可能今天会卖酒，然后明天会卖什么什么其他的。他的背景卖酒很合理啊，做都更也很合理啊，那个做这一个政治的服务也很合理啊。对，那他还有什么其他的案子？说实在话，我并不清楚。那为什么我确定他卖？就不是确定了，就是说他卖酒，那我相信是真的，因为他那个时候大概十几年前，外头卖茶叶的卖水果也是真的啊，那个没有，有些茶叶一斤200，有些一斤20000，有些一斤20000，价差很大啊。我稍微解释一下，好，因为十几年前我们就认得他，王金平还在当院长的时候，王金平跟立法院很多的助理，跟他主要的干部。好，我们有一个立院之友会，然后常常会聚会，每个月会聚个餐啊，有时候一年会打个南北大对抗哦，大家来拼酒啦，然后那很多的酒就贵哥提供的，好，那贵哥也都常来，所以都是在酒桌上认识他，人还算不错，好，至少他客客气气的，没有那种什么走进来要小弟，然后帮他拿烟灰缸，他没有那种气焰，那大家都是好朋友这样子，那。他那间办公室，他真的就是像他讲的，他已经在那边十几年了。好，那个他是跟谁租的，我们也不知道。好，那也就是因为他跟李天铎啦，跟军方啦，然后跟这个沈庆厅的好朋友朱亚虎，朱亚虎那一段我是不清楚啦，然后，但是他跟李天铎啦，跟这个谁，跟这个王金平的这个系统比较好，所以他为什么那个公司下面挂了一个叫什么高雄什么军警什么什么退伍军人协会？OK， 好，退伍军人协会为什么会挂在那个地方？好，那个原因是这样子，他就其实是比较偏蓝的啦，好，或跟高雄系统比较有关系的，好，那么所以柯文哲。说他是新潮流的，鬼扯！我告诉你，你不要惹毛贵哥，我告诉你，这样子情况会蛮严重的。应该说他是应该是老国民党的下面的系统，他比较亲蓝啦，那他人脉可能也比较偏那边啦。他比较偏蓝，但是你说他纯蓝，他也不见得。既然讲到这个，我们就顺便就说明一下，说这个事情呢，那这是去年。那个蓝白河破局的时候，好，这个阿北在那边哭啊，跟黄珊珊直播哭，哎呀，哭到掉眼泪，只要北不放弃，我们就不会放弃。对，所以就是义无反顾买一户，最后的结果是这样子，而且买了还是现在不止买一户，对，我们也很怀疑，义无反顾买到宝。还有人就在那边很怀疑说，这个谁，这个阿北不是信佛吗？那么。他怎么会做这个？我说你不一定啊。那佛字有时候他看成镜像了，你知道？好，那也还是搭的上意思啊。对，那看到都是钱啊。左边是人，右边是钱。对啊，左边是人，右边就是要钱。然后呢，那最后就点一下这个事情。阿北这一系列的做法，他还要开记者会。那苏阿议员说怀疑他隔空串供，但是事实上我不认为啊，我觉得他会越讲破洞越多，越多然后呢，他的信任度啊，就是说我搞政治大概三四十年哈，这个第一次看过信任度啊，那有这样子劈腿劈成一字马的，这个事情那
代表什么东西？大家记得一件事情，信任度这件事情是长期指标。嗯，看好度、支持度、什么喜好度，都是当期指标。好，就是说我们等一下要选举了，三个月以后要选，或两个月以后要选举，那个有用。但是长期指标叫信任度。嗯，当信任度崩盘了以后，他们有好几年他是回不来的。对，好，所以而且当信任度崩盘了以后，那没有人要听你讲什么话，所以大家开什么记者会也是没有用。所以我奉劝阿北，好，乖乖回家睡觉，好，赶快去把你的东西准备好，台词跟剪掉讲就好，不要再开记者会丢给自己丢人现眼。Hello， 大家好，我是宁官，我有全新的官方个人频道，叫做宁官说说看，欢迎大家跟我一起来说说看，也欢迎大家订阅、分享，按下小铃铛。